二、一。比我想象之中攰同埋辛苦啊！咁条绳嗰度就冇办法啦。如果临尾嗰段真系唔得嘅话咧，就唯有唞耐啲啦，用时间去到搭救咯。都有啲生水波嘅情况出现啦，开始。系啊，头先四十几楼基本上都接近前进唔到咁滞啊，比我预计之中其实系恶劣嘅。咁啊，系啦，咁啊，我都目标系好想喺天黑之前爬上去啊，咁但系我谂有啲难度啊。我好唔想放弃嘅，仲有力去爬多一段嘅。我都感觉到自己开始个体温系流失得好快，咁叫做真系我尽咗力噶啦。支持我嘅朋友仔啦。是啊，支持我的香港市民啦，好多我知道很多人给了很多祝福我，是啊，但是我想跟我人生一样的，可能人生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有预计不到的因素啦。但是我都尽了力的了，我是很不想说这一句说话。我想就是遇到我们登山者最大的难题，人生是又留了一个遗憾在这里。我都在这里都祝愿大家是上年都很辛苦啦，大家都在2021年都继续去做好自己，各方面都加油。有梦想是要做和实践的，哪管你剩下一双手都好，大家都去继续努力了。